到底是什么样的查甫，咱进来嫁嘞，头前一撮人摸摸的，一定要紧嫁哦，表示身体健康。啊，不要不要，我还要，啊，不要不要不要停，讲到会开，讲人会爱，讲到你无爽歪歪。你，我喏，你点点，你敢批评伊唱歌？我唱歌，中华民国我敢赢伊啊，娘嘞！来，三立电视台有史以来接到最高的罚款，就是杨秀慧造成的。他在超级夜总会里面的表现，已经限制级再限制级。对啊，还会被贴黄标啦。哪里啦？一个节目在录制的过程，有那么多国家派出的调查局在看。但是马来西亚的朋友要求说，杨秀慧要重现那一段。哦，原来马来西亚朋友介意这味的哦。那安尼，咱就当做好朋友啊。来，道具，道具，好来。哎，有道具哦。他曾经在节目当中叫卖过一种男人的产品。哎呦，哎呦，来哟，来哟，来哟！创下很高的收视率，也创下被罚款的最高纪录。那么这一段，马来西亚的观众要求说，杨秀慧一定要买这笔油啊！这是那个这个啊特约限定，所以咱现场看看，等于无敢讲，我们回去会剪掉。我都想花钱啊啦，这段无要搬啦，啊无要搬，啊唔过这段是专工要现场的观众没有爽快。回去 YouTube 可以看得到。迄个囡仔刚才听无？啊听无？伊在看伊手机啊尔。真的哈，我见他好认真，安尼有乖的好。现场的男人请注意听哈。啊，女人呢？女人最好不要听。咦，伯伯，咦，伯伯。哎呀，那马来西亚较大粒啊，台湾的较细粒呢。这个牌子叫做，这叫做人鸟牌嘛。咦，伯伯，开门啦！哎呦，啊，现场的咱这男主朋友哈，先生、阿弟弟啊，哈，还是屋里上阿爸爸啊。啊，你有感觉讲，即卖查甫人拢嘴巧手尖，一个阿娇啊，死硬硬哦。有当时啊吼，查甫人若徛咧，想要坐咧，坐想要倒，啊倒无想要爬起来，啊常常互恁某讲啊，互你死，互你死，互你死，啊无一摆死的成功，拢你家己先死的。啊常常互恁某乌林走去藏，啊白林走出来干，啊笑你无路用，无路用安尼。尤其查甫人哦，我甲你讲。现场咱这女士朋友吼，若要敬翁的，你一定听我甲你苦劝。查甫人，若是后壁一撮毛毛的，唔通嫁。为什么？伊常常叫伊莫爸，莫落英，莫落英，哈？你做嘛都阿袂爽快，你就出出出。啊，到底是什么款的查甫，咱进来嫁嘞？头前一撮人毛毛的，一定要紧嫁哦。表示身体健康啊！不要不要，我还要啊！不要不要不要停！因为我这撮无毛啦，查甫人那是常常放尿必相车，公共便所放尿放到共起冤家，放尿到就是袂输咧滴鸡汤滴咧滴咧，因为拢滴袂清气的。这个时阵，你都要找杨秀慧。杨秀慧唔呐，敢若有一块好食的粿啊娘，伊去甲你报这边。请看，一个人抓一只鸟为商标，人招牌保险保险员甲牵来，讲到会开，讲人会爱，讲到你无爽歪歪。有人没有？没有？没有？喂，什么牌？什么牌？没有？没有？什么牌啊？管在主管。三管那少年家去，贵啦。哦，后边那个足劲的，那两个遐少年都在吃。十罐啊，十罐，小姐，紧，十罐，现在少年的进来，稍微处理一下，那就等少年的看看，少年看看，来看看，看看，进来，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十罐，十罐，快点，对，那个稍微处理一下，你来，稍微坐，你来，要安那吃，要安那处理，哈，你也加坐，小伟姐，你也加坐，哎，他妈都坐呢，无人坐过，你今年几岁？23，二十三给我两回，笑要死啊！你23袂使给我两回，小捧场一个嘛，家己人。无够会哦，恁祖嘛专门咧甲少年仔补会。你徛好，我看卖。
你看到啦，你这吼应该爱暗时十二点来找我。我哦会甲你教砖头的功夫，教了到地吼，迄查某囡仔看到你哦，敢若袂输五气啊、四条的，敢若袂输臂甲你夹条的，爱等单雷公才会放。要去对找你啦！啊，要去对找你。哦，你会当敲我的电话。几号？几号？几番？几番？零八零零足无用，足无用。零八零零九五零九五零，你敲我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先讲做些功德，甲你结缘，即款。吃饱四粒，吃袂好嘛，吃会饱。是要吃好长哦。啊，你听我说，小路到地，我你讲你若坐吼，白吃规块鱼，以后拢夹起。紧转来啦，紧转来啦。爱记得吃。啊，你若想我，爱打电话给我。小海姐，紧转来。零八零零，足无用，足无用。掌声鼓励。阵阵凉风吹过。拍过的，拍过的是想讲看你迄今天衫会阁软紧下袂啦？想我死啦！是讲你一直疼，一直疼嘛？你也能一直凉起？哦，好凉！迄个我把衫嘛强强要腾起来。不是，你买咧叫我呢？小姐，请坐呢。杨秀慧小姐，我是金钟岩伫咧介绍凤飞飞小姐。哎，小姐，对，请问你是出来乱的呀？哎，不是哦。你安尼讲就伤过实嘞哦！我是抱了一抱着一粒，你抱了一粒，你抱了一粒没有吗？出错嘞！我是抱着一粒足正经的心情，我来崇拜着凤飞飞小姐。